现在小孩齐亚彻已经把对方日本的 M 大志打掉了一管半的血量了，对面还有400血，加油！目前为止小孩还没开张啊，还没开壶呢，对面已经四连装了。好了，一加二超杀带走了小孩的首发，加油！不容易啊，终于是开壶了。现在的比分是1-4啊，兄弟们，1-4。这个比赛是抢十的，现在是比分是1-4。小草是小孩的中间，对面只剩下一个人了。克隆刚才一加二拿下了小孩的首发，八十取消70改连断的。哎呦，我刚才这个晃悠没连上，小孩确认失误，带走，胜利超杀，不用超杀了，直接。